虽然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也没能将台前的木板劈开，那如果是能轻易劈开砖头的牛津棒，能把大石板劈开吗？就是这几块板子啊，差点要我老命。看这厚度，确定是跆拳道专用？这起码得黑赖才能劈开吧？用我的铁砂掌试试啊！啊！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我他们要直接用牛筋棒，这牛筋棒又叫打狗棒啊，威力可不是一般的大。嘿嘿，你小子有福了。根本没用力，大石板不堪一击。接下来直接升级难度，三块直接一打三，好吧，这要是劈不开，评论区我挨个叫大佬。假如你的学校要被拆了，而现在只有一个东西能阻止你的学校被拆，那就是你手机里的第三个表情包。那么它能够阻止你的学校被拆吗？我也来试试第三个表情包。哎，是这个懵逼的表情，看来学校要被拆了，我一脸懵逼啊。小伙伴们，快看看你们的是什么？怎么毫发未损呢？一定是我的姿势不对啊！这哪里是跆拳道木板啊？分明就是钢板啊！我去！我只好请出我的雷神之锤了。总算是劈开了，还剩两块，受死吧！我去，兄弟们，还得是雷神之锤啊！一敲一个不吱声啊！不过话又说回来，这大石板这么硬，练跆拳道的人真的会买吗？该不会全被测评博主买了吧？